我现在是站起来的，刚才我从那边游过来的时候一直是游的，因为今天这个棒子有点细，没有像我上一次在湖边的那个很粗，那个很有浮力，但是这个很细。我刚才游过来的时候心里面有点怕，所以我游到这里来的时候有一点累，就是我上一次那个很粗的那个，我就是动作很小，他帮我扶起来，所以我没有那么怕的。这里因为它很深，所以我心里面是有点怕的，而且我本来有我的动作也不是很标准的，所以我就是有点乱七八糟的，累的我。